喂，喂，请问是石千金小姐吗？哪位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们这里是龙江市血液救助中心，我们现在需要血液救助。那经匹配，您是黄金血液 RH 血型。去医院抽血救人？不好意思，我没时间。何叔，快，给药催吐好。石小姐，我知道您的时间很宝贵，但是您的血型对于这个病人来说真的很重要。人各有命，即使有一天我遭遇了意外，我也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，请你不要再打来了。老周，我先回去善后了，走了，红姐。红姐，比较严重的我跟陆凡带回去处理，你也不用太担心了，应该不是有人投毒，是他们误食了带有消毒液的宠物粮导致的食物中毒，我们已经催吐洗胃了。可苦了这些个毛孩子们了，本来想着他们跟着我还有一口饱饭吃，都怪我，是我害了他们，要这基地啊也没有多余的资金了。红姐，您不用担心，医药费的事情我来处理，您先照看好基地就可以了。小周啊，红姐，我和这些毛孩子到底是做了多少好事能遇到你呀？你就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呀。红姐，你别这么说，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我跟陆凡先回去了。小周，谢谢你啊。别找了，都到这里了还想回去不成？这是哪儿啊？我刚刚明明这里是另一个世界，我是你的摆渡人，石千金，你死了。啊，不可能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刚来这里的人一开始都不相信，你的死因是因为过度劳累加车祸。先上车吧，慢慢的你就适应了。放开我！放开！你神经病啊你！你放我走！你现在就是在严重浪费我的时间，
你知道等一下我的会议，你要耽误了的话，我会损失多少钱吗？你对金钱和时间这么执念，到头来还不是有钱赚没命花吗？赶紧上车吧，别耽误了发车时间。哎，放开我！走，放开，走！我有钱，我有很多的钱，只要你放开我，我付多少都可以。钱在我这里不管用，上车。不行，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呢，放开我！走。十千金。那再给你30天，如果找不到解决办法，时间一到，我还是会来带你走。原来是噩梦。这是我爸生前留下的，昨晚我做了个噩梦，醒来他就突然出现在我手上，而且还倒着走。不是石总，您这问题我们还真没办法解决。你们这里是不是手表维修店？梦里说我就只剩下不到30天的生命了。医生，您确定我没病？不是石总，您这手上就没有手表。根据你所说的症状来看吧。哎，我借你看一下精神科。挂了个最贵的号，什么也没看出来。怎么样今天？还行吧。喂，朱莉，帮我预约最贵的体检中心全套的检查。对，还有关于免疫细胞和干细胞的储存，也帮我预约好时间。嗯，越快越好。身体各项机能都还不错，只有一点你需要注意，你血液内血小板含量很低，会造成你的凝血速度比正常人慢很多，因此要注意不要受伤。嗯，好的，谢谢啊。嗯。想什么呢？嘿，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喏，大小姐，你让我买的我都帮你买好了，全部都是最高金额，什么医疗险、意外险、重疾险，反正该买的我全都给你买了。体检跟细胞储存的时间我都帮你约好了。知道了。你怎么了？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朱莉，你告诉我，你能看见这块手表吗？嗯，你看。啊？什么手表？你也看不见？它明明就在这儿，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看不见？千金，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，所以出现了什么？你别和我说我出现了什么幻觉，
我看得到他，我摸得到，我能感受得到，而且我还能听到他指针转动的声音，这不是幻觉，我分得清楚。好好好，我相信你，好吧？天津，我今天晚上要去一个 party，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？有很多帅气的小哥哥。你看我什么时候对这种事情感过兴趣？浪费时间。